并方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条件下，以莫须有的风险为借口，配合美国一再歧视排除中国企业，公然违反市场经济原则和自由贸易规则，违背英方已经作出的有关承诺，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，严重冲击中英合作的互信基础，中方对此强烈反对。这不是一家企业、一个产业的问题，而是英方不计代价将商业和技术问题高度政治化的问题，是中国在英投资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的问题，是我们对英国市场能否保持开放、公平、非歧视的信心的问题。中方对此严重关切，中方将全面严肃地评估这一事件，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。